前线，甚至是伪装体验战地前线的活动，非常多精彩丰富的内容。同时在我们的广场前方还有国军一亿为傲的云豹战车以及我们的悍马力车，现场还有许多国军的配备在为大家做丰富的展示。同时在这九天的展期当中，我们现场还要为大家介绍世界各国重要的战役以及所有军事相关讯息，为大家做最完整详细的揭秘。同时 Discovery 频道从6月10号开始，每周二晚上9点钟，